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Nahaia 的品牌大使 Teresa。 Nahaia 是一间来自纽西兰的有机保养品公司，那我目前手上有三款产品，今天要先来介绍第一款是他们的三合一组。看一下这个三合一组合里面包含了圆脸合一的椰子卸妆乳、 Coconut Cream，再来是薄肤紧致的保湿精华 Radiant Light， 最后是抗老防皱的收敛修复乳 Pep Me Up。 好，那我现在要先来使用一下三合一组的第一瓶 Coconut Cream 眼脸合一的椰子卸妆乳。好，好香哦，椰子味好香哦。哎，我不喜欢吃椰子，哎，但是这个椰子味我可以。这个我再挤一点。这一瓶 coconut cream 里面有抗污染粒子，大家在保养的同时也可以一起爱地球。好，我挤多一点了。这用起来很舒服，哎，就是感觉很像在擦乳液，就是不会油，好像就是卸妆同时保养的。我觉得眼脸合一最方便的就是不用眼唇跟脸部一起分开卸。我不小心挤太多，看一下它的卸妆效果。露出我的原型了，我觉得效果蛮好的哎。我刚刚去洗脸了，那我现在要来试用第二瓶，是薄肤紧致的保湿精华 Radiant Light。Radiant Light 里面含有维他命 C， 主要的话功能就是紧致保湿。跟 Coconut Cream 一样很香哎、有机的产品还可以闻起来这么舒服，发现了还有的东西擦上去都是有一种可以睡着的舒服的感觉。好，最后的话要来用第三瓶抗老防皱的收敛修复乳 Pep Me Up 咯。这个抗老防皱它的味道比较特别一点。好啦，那我今天整体使用下来的感觉是很舒服啊。然后另外两款产品就我会再开箱使用，然后分享心得给大家。一边保养的时候就一边可以准备睡着。那我接下来就是会持续使用，再跟大家分享心得。那另外两款产品也会在使用完之后跟大家分享。那就先这样咯，拜拜。